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曼曼。最近呢，打开海淘网站，看到很多新款的奢侈品包包，就有点被惊到。今天呢，就凭着我这些年买买买的经验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多年以后让你拍着大腿后悔当初为什么要买这么个东西的包包们都有什么特点，来帮大家一起省省钱。设计过于复杂的单品，比如一些锁啊或者花边，整体看上去不简洁的这种包呢，尽量不要去买。毫无创新卖 logo 的包包，大牌包有 logo 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明目张胆的只是放一个大 logo 在那里，毫无设计性，毫无新意，每个品牌都能出，那这样的包很容易就会被看腻。配色比较老气，比如说这款茄子紫加上这种说不上来的这种橙色搭配在一起，简直就是灾难。如果不信你看中了这只包，就劝你清醒点，千万不要买它。不仅是配色老气，你平时去搭配衣服也是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一些大包过于软也是建议大家不要去买，因为它很容易就会变形。最近呢，大包的风又刮回来了，但是我还是劝大家谨慎购买。如果你只是拿它做个装饰性，可能会好一点，东西少的话呢，就会像大海捞针，那东西多就更不用说了，简直就是行走的健身器材。如果你喜欢买大包，我还是建议大家买皮质比较硬挺，然后剪裁更简洁的款式。最后一个呢，就是颜色过于亮。那这部分呢，我是很有发言权的，毕竟我衣橱里面躺了几个颜色鲜亮的包包，真是已经睡觉睡了有几年了。颜色鲜亮的包包呢，当然是可以买了，但是我是觉得款式上面大家还是选尽量小、尽量迷你一点的，在整体搭配当中呢，只是起到一个点缀和装饰的作用会比较好。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这类视频，如果喜欢的话呢，就记得给我点赞。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